现在在日本的机场要回台湾了，然后我们这一次来日本玩了8天，有工作也有玩，8天都没有看我们家猫，所以我超想它，而且我很怕它会太过孤单的忧郁症。就是虽然我有请助理去照顾它，就是每天会去喂食啊、陪玩什么的，可是我觉得它一个人在家应该会超寂寞的吧。所以我这一次呢，就买了很多糖果啊、饼干啊、零食啊去赔罪，因为我真的很怕它生气。好，那我们就晚上期待看到我的爱猫。去吧，小球包，小球包，球球，有没有想妈妈呀？哦，去吧，去吧。好想你哦，兔宝！天哪，竟然没有来找我，是在闻东闻西的。哎，兔宝，你有没有想我？兔宝，兔兔宝，有没有想妈妈呀？干嘛不理我啊？你在生气吗？你在生气吗？嗯，兔兔宝，有没有很想我呀，兔兔？对不起嘛，妈妈去了这么久。好啦，等一下我把那个你的零食都打开来给你好吗？好，我去开箱了，拿零食给你。奉上罐罐赔罪口味，幼猫口味的，这个好像就是幼猫。这个小家伙好聪明，他知道这个是食物哎。这些都是你的好吗？都是你的。嗯，好，先吃这个。掉下去了，吃到整个嘴巴都是了。有没有想爸爸呀，臭爸？这是一个无情的猫哎。She doesn't even go to you and say hi。无情 means heart, like how to say, with our heart.Okay. Oh, finally she goes. Oh, hey, but it's cute, baby. Okay, she comes back. 快点来吃糯米啊。She doesn't want to eat, it's crazy. It's not so good for your vlog. 转了两个扭蛋给臭宝，就先带这个扭蛋好了。妈妈很没用，转到了一个布丁狗。这个是你的帽子，可是你的头好像太小了。啊、你看，哦、oh ，哎，兔宝，快点过来啊！你不想要带吗？结论就是，买食物你也不开心，买玩具你也不想玩。嗯。这样吧，自己就这样空虚就结束了。好，再见。特宝的新玩具，他不爱玩啊，球球。喜不喜欢你的新玩具？很疯狂。哦，原来最喜欢新玩具啊。纯鱼肉口味的吧，而且一包45克，只是我不知道给他吃这个时候要不要加水，好像有些人会加，有一些人不会加。看起来应该是很好吃哦，好吃吗，小宝？开不开心？满不满足？好不好吃？嗯，看来你很喜欢吃哎，下次妈妈去日本再多买几包给你啊。这个不是肉泥啊。吃得这么起劲。
看来他喜欢吃这个大鱼肉泥。他有一个很不好的习惯，就是他永远碗里都会剩这样子不吃，真假死吼！偷贼囡仔出来！你为什么不把饭吃完？哇，你明明就有饭啊！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吃完？回家开箱。超爱钻进去袋子里，你这个小笨蛋，你干嘛呀？这么喜欢啊 ？Again， 真的好多呢。